香港引入海外医生负责审核非本地医学院资格的特别注册委员会首次开会。委员会10个成员包括即将离任的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医委会主席刘允仪以及胡定旭等，到黄竹坑医学专科学院开会。根据新修订的医生注册条例，医委会辖下的特别注册委员负责检视非本地医学院课程是否同香港两间医学院的质素相约，从而制定认可医学院资格名单。名单经卫生署署长公布之后，持有资格的海外医生可以在香港有限度注册，在公营医疗机构工作至少5年，拿到专科资格，通过评核就能够正式注册在香港执业。